主料，莲藕、西兰花、辅料、蒜头、辣椒、姜，用水泡，加盐，切好西兰花用水泡，西兰花用水煮一下，加入花生油和盐，糊糊里面放调料少许，盐少许，鸡精少许，白胡椒粉少许，五香粉少许，孜然粉搅拌啊，然后带有莲藕都蘸上面糊，下锅油炸，炸到金黄色，捞出备用。锅里放入花生油，加入姜、蒜、辣椒爆炒一下，再加入面包糖爆炒，再倒入藕片炒三分钟即可出锅。忘记说，西兰花煮好后加出摆盘，出锅，好吃到爆！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